水。好吃的水。哎，破了。这个水破了。啊，他们家没有喝。是你们今天喝的，我看去喝一碗。谢谢。我想等你。这个最吵的火锅，然后呢？最后选火锅没有了。你真的是个老火锅啦！是个阿婆啦，是个老婆。两公都暴富啊！我都是东北的。这边喝鸡吧。希望你们可以主动找老师问，因为问我是最好的。那个，然后，要加油一点，要加油一点。你们这张写的还不错。其实我给你们题目没有很简单哦，但是也没有很困难，也是有简单有困难，要慢慢提，慢慢提升你们的能力了。透过上课，再加上练习，那我希望可以慢慢提升你们的能力。那同学，你们那个来注意听哦，这一面对不对？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有写没写，会写不会写，订正的一定是在背面，了解吗 ？OK， 哎，我发现你们多数人没做到，应该说非常多人没做到。哦。就是你们一定要写在这里，为什么一定要写在这里呢？因为你错了，我希望你再重写一次，就像你错了一个正负号，因为到现在还是有正负号有点搞不清楚。然后我们先来研究一下，因为我上次那一节课讲的还不是很完整的，然后我觉得你们大概懂了，但是不完全，所以我不需要再讲一次。我上面给你们的题目是九，我就用九来讲。哎，我上面是用九。这两道题目有什么不一样？来，同学看这边先不要写，订正先不要做，养成好习惯。来，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？这两个题目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？还有人可以讲，一个人讲 A 的二次，一个讲 A 乘 A， 好 ，A 乘 B。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差异性在哪里？答案有没有限定？你说。答案有没有限定？答案有没有限定？对半，但是有接近答案。对。同样都在讲乘起来很久，对不对？这边使用了相同的，好。使用相同的符号代表这两个数字要怎样？对，你注意你们写的哦。有人在写这道题目的时候，写出两个数字是不一样的。注意现在看你们自己的学习单，有人写这道，这边是第二小题，这是第一小题。有人
在写这道题目的时候，你写的答案写出两个答案不一样，他使用两个相同符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答案要一样，那他写不同的符号呢，他允许你不一样。先把这个差异写上去，笔记本写在笔记本上，你应该都有拿到笔记本。有人没有被我改到，对不对？俊老师没有教。来，笔记本写的最好的是俊智跟俊龙，是双俊。他一百分的吗？我忘记了。好，这两个，来把答案好好的写好。A 乘 B 等于九，跟 A 乘 A 等于九，两个的差异性，差异在这边允许。两个答案可以不一样，这边呢限定，就是刚刚那个崇盛讲的，你这个被限定他们两个必须一样，你也可以说他把他们两个控制成必须一样，被限制，我觉得这个讲限制的讲法不错，限定，我要限制你们两个一定要一样， 这个题目的出法就是这个意思，我限制你们两个一定要一样。那这边呢，这个题目的出法就是说你们两个可以不一样，所以我使用两个不同符号，那你们两个一样也没关系，使用不同符号的关键就是说我允许你们两个可以不一样，但是你们两个要一样不会不一样，好好的把这个符号，好好把这两个不同的感觉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好，重申符号赶快写，你只有写黑板上的这两个，没有写过。你要试着去写，试着去写，一定要写，一定要练习写，红光，一定要练习写。好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是在比较两个东西，所以如果一个好的习惯，一个好的笔记，我会分两个栏位。我会分两个栏位，他写他的，他写他的。我不会上下写，我会分两个栏位。你的笔记本一页这么大，我可能就会切两半，这个地方写 A 乘 B。反面的编排会影响到思考，真的会影响到思考。好，再来，既然这个要求他们两个一定要一样，他们两个先生要等于九的话，两个要限定在一样，那 A 乘什么？三乘三，因为三乘三是九，还有负三乘负三也会是九。那你们有同学这样子写，因为你想到平方等于九，所以。要平方等于九，我就把九拆开成九，拆开成根号九乘根号九，这是对的。那当然有另外一个答案，叫做负根号九乘负根号九。这同学，这个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抱歉，这一个跟这一个也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两个是一模一样，这两个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会希望你们写这个而已。这个其实是不需要写出来的，但是这个想法是对的，你写出来我也不反对，可是你要知道根号九乘根号九就是三乘三， 它不是两种答案，没有两种答案，我担心你认为你是两种答案，对，根号九乘根号九就是三乘三，完全一模一样，因为根号九就是三，负根号九就是负三，所以就是说 A 乘 A 等于九，就因为他要求这两个一定要一样，它就被限定限制必须怎样相同，把这两个限制在必须要相同的数字，所以唯一的可能唯二的可能就这两种，没有别的可能，绝对没有别的可能，然后根号九就是三，负根号九就是负三，这两个你要知道，如果真正要写答案的时候，事实上只有那两个而已，这
两个你心里面想没有关系，列谁出来也没有关系，可是你最后写答案的时候写这两个，也就是说 A 的答案，A 这个答案只可以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三，还有一个答案三。那这一边呢？这一边你写三乘三，你写负三乘负三。真假的？哎，真假动作？因为它没有限定，两个一定要用。但是除了三乘三、负三乘负三，还有别的答案。9×1，欢迎我们的金星同学。还有呢？洋葱哥。谢谢老师，2/9乘以2/2。哇！我拿去的呀。爸爸，我帮你说什么？其实，2/9就缩小一半，再乘上来的。我要把所有的答案写出来。我有帮一些同学写 n/9×0，这个一定是9，只要这个 n 好，你要写你可以是2/9×2，你可以是1/9×1，你可以是1/9×1，你可以是2/9×2，你可以是3/9×3，你可以是4/9×4，你可以是5/9×5，你可以是6/9×6，因为最后缩小之后再放大回来，就会被变成这种形状。先缩小，再放大，就会恢复原状。所以这两个一定可以消掉，变回原来的一倍。那原来是9，变回原来的一倍，那就是9。但是这个 n 绝对不可以是1，好的，把它写好。我们用这种表示法，来讲，我有无限多个答案。我们使用这种表示法来说，我的答案写不完。那你觉得我们会喜欢答案写得完还是答案写不完？答案写得完，我可以控制得了。我喜欢这种，我不喜欢那一种。所以同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方程式。我们用这个手段来解方程式。因为我可以把 A 控制在两种可能而已，好好的记录哦，通通要练习写，然后你要练习，今天写成绩，要练习写。
所以我第一个调整法就是，那我干脆把，我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变成一样。如果他们两个是一样，好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把 A 控制在两个单位。所以是不是解方程的第二种？另外一个方法，不从这里控制，从这里的。如果这里是什么时候？这里是九的时候，或者是你讲一，不管你讲多少，我现在多少？但是如果这个地方，如果这个地方是，如果它是零，有什么好处？如果它是零，这两个就会被限定在。是他等于，不然就是他等于。他们两个一定要其中一个变，一定要都一样。所以我就可以控制住，不是 A 等于，要不然就是要控制让 B 变成。也就是说，我只需要把 A 控制在零的地方，或者我把 B 控制在零的地方。那你们有一种写法，那个写法是有点问题。你说 A、B 都要等于零，这句话。事实上不需要讲，因为 A 只要零了 ，B 你是什么我不管你，就算 B 等于零，随便你是什么对我来讲不重要。所以你那句话是不用讲，我有帮你把那句话划掉，就是我利用上课是这样讲的，两个数相乘只要等于零的话，只要我把它控制变零，另外那一个你想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我就可以控制的 A 了。A 就一定要变零，那你 A 变零的话 ，B 是什么根本不重要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控制 B 嘛，让 B 变成零。所以如果 A 从 B 等于零，那么只要 A 跟 B 其中一个变成零就好。所以我们会说，不是 A 等于零，要不然就是 B 一定是零。如果两个相乘等于零，不是 A 等于零，不然就是 B 一定要零。至于他们两个有没有两个都变成零，那个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如果这个等于零，我的方程式会成立；这个等于零，我的方程式也会成立。他们两个是不是都等于零？这我不管他们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。来，第三个，这是解方程的第二个阶段。第三种。你好好的想这三种，我帮你手拉回来，好好的把这三种想清楚。如果你想清楚，你这次段考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。第一种是最没办法、最不受控制的，那我只不过是把第一种调整成两个未知数是一样的。那我就可以把答案控制在两个。另外一个不是调整这里，调整后面，我让后面变零。所以，这个方法的关键在这里。所以我这个礼拜一直给你们一些练习单，练习单里面有两种，就是黑板上的这两种。我看乙方写的不错，全写对了，就一开始那三题嘛。你们知道你的学习单、练习单刚刚发的那一张，请问一下，来，你告诉我，哪些题目是第二个类别？是这个类别？哪些题目？可以举出来吗？哪一个题目？
第五题，还有呢？第六题，来，请在第五题、第六题旁边写上，它就是 A 乘 A， A 乘 A 等于一个数字的这种题目。第五题跟第六题，就是这种题目，就是这种题目。第五题跟第六题，就是这种题目。你好好的写，真的很重要。你要会分辨，你要会分辨，你才知道你接下来要怎么下手。然后呢？哪一种题目是这种类型的呢 ？A 乘 B 等于的是哪一种题目呢？第六题跟第九题。第六题跟第九题。我今天来了。哎，我的题目怎么编排的怪怪的？怎么两个六了？抱歉，抱歉，来，右上方的那个六，右上方的那个六，可以吗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编号错了，那结果你们也跟着我错，你们都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。四、五、六，结果我接下来是写八、六、九。抱歉，改一下来，四、五、六，然后七、八、九、八、六。所以熊象，再来一次。这两道题目是 A 乘 A 等于九的那种题目，对不对？这两道题目呢 ，A 乘 B 等于零的那种题目，哎，害你画错，那也代表你没想清楚，你搞错，老师，你确定吗？对吧？你要质疑老师啊！你说老师，老师，你给我圈这个不对啊，这个明明是 A 乘 B 等于零的。而且在讲什么？你要挑战老师，老师你是不是叫我圈错了？老师跟老师共享，你的挑战不是啊？那我挑战老师也跟我没有发现，就是没有发现，对啊，没有发现。你把你的气氛先弄好，你就可以。
话。嗯。因为你是个心法写错，你开始出来的答案用正负的方式。哦，这个我漏掉，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自己补上去。啊？抱歉。号码还在，可是要做的事情忘记了。没关系，就这样子吧。扫草的就是拿耙子啊，拿扫帚的是稻草的，是就是稻草的，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。对啊。抱歉，不小心就没关系，那个可以擦。好，来这个另外一个解法。来，他帮我开那板，因为你们会算哦。也是算不对哦。接下来 ，x 加 y 平方等于100，所以你就说，那 x 加 y 就会等于正负根号100。可以。但是你下来开根号，应该是两个答案。其实我现在这个写法，也就是刚刚的这个写法的简化写法而已了。我只不过是把刚刚的那一些写法简化变这样简化写法而已。但是简化的时候，你不能简化到正负符号不见了，就是 x 加一乘 x 加要变100，就是代表 x 加一100的平方根嘛，100的平方根就是开根号，那你开根号下来的时候，这边也开根号了，那你平方怎么还在呢？有同学你自己注意看哦，有几个同学你的平方开下来，平方还在，我帮你画掉了，那是一个错误哦。错误的写法会影响到你正确的想法，要小心，真的呀，你要你写东西要小心。好，再来，这一个正负根号100，就是十，因为十乘十超100，十乘十超100。再往下，注意看哦，再往下这个是加一，用刚刚均值的算法，就是直接减一就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正十跟负十要去减一，或者你被人家教这样子写，负一写在前面，这两个对调就会变成负一加减十，我只是把这两块对调位置而已。写这个都无所谓，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写什么，因为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只是被教这样子写，你就模仿这样子写，你怎样你瞎想，说不定你瞎出来你要闭关。你刚刚你认真看看你自己写的东西，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这一面哦，不要改到后面，你要去解释你到底错在哪里，很重要。好，然后这个，不管你用这个算来用这个算的话，就是十减一得到什么？负十减一得到负十一。如果你用这个去算，就叫做负一加九，不，负一加十得到九，负一减十得到负十一，一样都可以得到这个。我看到一种写法是什么写法？因为它出现 x 加一出来直接写十，接下来呢 x 就会等于九，不是，接下来它就写说 x 等于正负九。x 加 y 等于十，下来的答案 x 可以变正负九，太神奇了！你们被这个正负这个符号给关住了，你们被它给限制住了。你们以为答案一定要有正负，明明你写的这个算式，算的不是而已。x 加 y 等于十 ，x 就一个答案而已啊！依照你的方程式 ，x 的答案写一个而已啊！你脑袋都写正九还负九嘞？注意你的写法，我现在在协助你们，每一天在干你的算式，在协助你们到底你出了什么问题。但是你不用心的话，我讲不改变也没有用。那个收钱。你写东西要用心，我帮你修改，才会产生效果。好。
所以你知道吗？你的第四小题有人给我写 x 答案等于正负十三，我就不让你举手了，你自己清楚。第四小题 x 减五等于八 ，x 的答案只有十三而已，你写正负十三，修正你的错误，修正你的错误，一笔一笔写清楚，一笔一笔写清楚。这种题目就是 a 乘 a 等于一个固定数，也就是 a 平方等于一个固定数字的这种题目，把它限制在两个数字是一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可以就可以限定答案，一百就只能拆成两种，所以我可以解放自己。另外一种题目就是，比如说像第六题跟第九题，第六题简单，我们直接讲第九题。第九题，2x 加六 ，3x 加二。来，注意听哦！你这样的写法有多神奇？有人这样写，有人这样写，还不止一个。你的班都有，你们班有，我们班也有，我就先不讲是谁。这个是把它当成什么？当成这边叫什么运算？加法运算才有办法写成这一个呢？你是明明这边叫做什么运算？错，这是错的。好，看别人的错误，你也要注意哦。好，这一个写法是我们的刚刚讲的这一种写法，对不对？两个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两个不一样，所以没办法写成平方嘛。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乘起来，如果变零太好了。他说他们两个乘起来是零，他们两个乘起来是零，只不过这个因为这个乘法常常会省略嘛，所以你要注意哦。两个乘起来如果变零，两个乘起来要变零的话，那就这个就会被限制到哪里去？对，这个就会被限制到。要不然，如果它不是零，那你就要把谁变零？所以这两个乘起来如果要零，不是它等于，不然就要它等于。所以或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这两个其中一个一定要是零，两个其中一个是零，乘起来才有可能变零。所以我就把答案限制在这里。这个怎么算？我先问你 ，x 加六等于零是多少 ？x 的答案等于多少？负六不是吗？零减六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这边多了一个二，那就是两倍。那我再把那个两倍怎么样？除掉就。所以 x 的答案，你们小心点，有人答案给我写三了。再来，你们要想说，你们只写一份考卷，我一个人要改全班，我要花多少时间？而且我要帮你看你的错误在哪。你哪会用心？真的是。来，再来这个。我先来算 x 加二等于 x 多少？题目简单 ，x 加等于 x 就零减二啊，除二。但是他说我 x 要怎么办？所以你三倍之后才负二啊，三倍之后才负二，所以这个就怎样？除以三，除下来。所以最后答案呢？他
写下来。X 的答案有两个，一个是负三，一是负三。题目好像抄错了。嗯，没有。题目抄错了，没有人发现。这里我是多少？减。这里是减。这里如果是减，哎，开始减那个等于 x 多少？二。这他要的是几倍？他要的是三倍。所以 x 会等于多少？三分之二。所以答案是两个，一个是负三，一个是。哎，这里错的，马上修正到 baby 去。谢谢。来，请这里错的人，或者当初你是问人的，重写一次。然后你在等同学的时候，请你把你其他错的题目立刻修正到背面去。我知道。把握时间了，不要把时间花掉了，可惜。不盯着你。
协助你很容易思考。因为我都是用分数在思考，不是用什么那个。好，没关系。